我的一生都是为了迎接今天所将获得的知识。你们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取得的。这点小意思怎么挡得住我？我可是解锁大师。门锁住了，交给我。这里一定有能用上的东西。我把它弄得很容易呢，真惊讶你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找到。也许能看见什么，我来解决它。一把能让你们通往更危险道路的药，如果你们不加快动作，我就得提前结束实验了。一把钥匙只是一时的希望，别得意忘形。这么慢，你们绝不可能逃脱的。哎，这边，快走！别以为下个区域会这么简单。我为你们准备好下一个区域了，继续前进。让我帮你们终结一切吧。残杀的喜悦，令他人见血的宽慰感，和难以抑制的狂喜。就凭这股力量，你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。
来见证我们最新的生化武器吧。取的数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拿走药水，看看病毒对你们造成多大影响。需要他。本该死光了。可能是影响病毒功效的其中一个变数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突触受气活动激增。这其中肯定有潜力。我们的眼睛生来不就是为了被挖出来？心脏也应该是如此。
自己很聪明吗？我会马上让它恢复运作的。即将成为新研究项目成果的最初见证人。我来仔细看看。没有摧毁。住手！王乃会让这些令人期待的分子充满你们的血液。正如我所计算的，你们挣扎到了最后，但依旧是俘虏。我们再进行一次测试吧。